大師，請起快。人齊啦咩？咁大個莊園得你兩位做咩？冇理由啩？哦，唔係，仲有小女同女婿。不過佢哋落咗鄉收租啫。唉，講起高家呢位姑爺，啊，一表人才，係我哋呢度附近一帶嘅模範丈夫嚟㗎。佢斯文有禮，一表人才，又年幼勁老，尊嚴浩佛。 咁嘅人真係好難揾得到㗎！唉，妖精好佛啊，笑死人！悟空，你喺度自言自語做乜嘢啊？我念經啫嘛，師傅。係咯，勤啲念經，多啲行善好施，為下世值得，咁自然去超脱妖道，投胎做人啦。係咯。 如果要修得好似我女婿咁正嘅话，非一朝一夕可成啊！你系妖精，真系要以佢为榜样啊！系咯，最紧要咧就一心敬佛，妖精啊都可以脱离妖道噶，知唔知啊？妖精，哇好啦，精完未啊你啊？开口妖精，埋口妖精，话你听下，查实你女婿先系妖精嚟啊！空。 你连庄主个女婿都未见过，你又点可以话佢系妖精呢？似乎呢间屋一阵妖除一索就知啦，仲使乜亲眼见啦？诶，大师，我睇你徒弟妖性难纯，喺度妖言惑众。咪咯，高家姑爷宅心仁厚，乐善好施，全村冇人知道嘅。你啲妖精初嚟报道，就喺度出口伤人。 你想笑你眼瞓花就真啦，话俾你听，呢只妖精花力殊不简单，以我估计起码有36变化，唔系黑你咯。你而家住紧呢间屋啊，都系佢变嘅。你信唔信呢？悟空，你又得无礼。得师傅，我就证明俾佢哋睇。正唔正，师傅？原来呢间大屋真系由妖精变出嚟嘅，而班村民一直都只系住喺鱼塘上边啫。哟，打妖精使乜惊啊？ 今次嘅御状嘅齐天大圣都算唔好彩啦！哎呀，你哋睇下，嗰只妖精吸紧人气啊！哎呀，阿青青嘅面都青晒，一定系嗰只妖精害佢噶，快啲想办法救佢，唔系佢实死冇生噶，老爷！齐天大圣，求下你啊，快啲救下小女青青啊！再迟啲，恐怕嚟唔切噶啦！悟空。 你就速去速回。得，大家喺出面空地等我。哈，头先喺玄光镜度就睇唔清楚，原来呢只妖精就系我哋冇见好耐嘅情圣猪八戒啦。佢本来就修心养性喺度等取经人嘅，点知等得两等，埋藏喺佢心里边嘅情根又再开花结果啦。 而嗰位姑娘逃咗喺绵绵情意之中，唔记得自己扑蝶已经扑咗2个时辰，结果扑扑下扑到哮喘病发噃。哎呀，诶，梁天你见点啊？一定系气喘病发作啊你！我陪你翻下仔休息先啦。你小心啊！你系咩人？做咩挡我去路？花果山美猴王齐天大圣今日特登嚟服侍老人家，讲清楚未？你呢丑八怪都胡言乱语。 猪八戒谂住行第二条路去买药，避开嗰只马骝精啦。唉，但系佢身上嗰阵妖精锤，加埋嗰阵咁嘅猪哨味，又点可能逃得出悟空嗰个雷公鼻至得噶？又见啦，又系你死马骝，我同你有咩仇怨啊？你系都唔放过我嘅。你天生系妖精，我天生系捉妖精，只能够怪天意如此，受死啦！ 哇！识飞噶嘛？
做咩搞成咁啊？我相公，你系咪唔舒服啊？转嚟转得咁犀利嘅？娘子，事到如今，我冇办法再隐瞒你。相公，你到底有咩事？话俾我知啊！我哋两夫妻有咩唔讲得？如果我唔系一个富家子弟，我唔系一个家财百万嘅富翁，你仲会唔会爱我啊？相公，我由一开始都同相公讲，无论你系世家子弟，亦或一个乞衣，我中意嘅系你嘅人。如果我唔系人咧，你仲会唔会同我长相厮守啊？相公，你讲乜嘢啊？咩唔系人啊？娘子，死咗，娘子，我害死你啊，娘子！到你死话啦！你死法啦！害死我娘子，我同你死不了啦！我要杀咗你报呢个仇，我唔杀咗你，我誓不为主。师傅，妖精已经擒拿，请师傅发落。善哉善哉。哎呀，原来你个女婿系猪精嚟嘅。你睇下佢几肉酸啦。我个女咧，佢咪翻嚟嘅。阿青青喺边啊？我想见佢啊。娘子，佢死咗啦。阿青青死咗。我个女点会死噶？系咪你杀死佢噶？啊！你咁样狠心啊？你点害死我？我个女对你咁好，你连佢都唔放过。观音大士，三藏叩见观音大士。观音菩萨，天蓬元帅，我早已吩咐你在此静候取经人。为什么你不听，便与女子成亲惹祸？菩萨，我罪犯天条，理应受罚，但我娘子一生行善，为什么我红颜薄命？求菩萨你大发慈悲，救我娘子起死回生啊！你娘子阳寿未尽，确实可以用阳脂金露令她起死回生，但你要答应我，诚心向佛，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。只要可以救回我娘子，我什么都答应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我虽可令他复生，但你俩缘分已尽，他苏醒后会忘记以前的红尘业障，对你全无记忆。多谢菩萨。爹，娘亲，点解我会喺度嘅？到底发生咩事啊？点解我咩都谂唔到嘅？唉，青儿，说来话长，我哋翻去再讲啊。猪八戒心碎啦，佢临行哀求唐三藏，俾佢见佢爱人最后一面噃。送俾你噶。喺八戒心里边，真系喊到杀猪咁声啊！多情自古空余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